开始你们表演。蛮惊喜的，我在你的眼睛里读出了那种想做好的渴望。你的第一个 My baby girl， 哇哦，唱歌还算稳，还是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，有点意思。但是还可以把 balance 在镜子面前多练练，表演个人技的时候最好是准备好的个人技。哎呀，撞枪口上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好难学。哇，真的，你们应该来我这个位置坐一下。哇，这真的不容易，这个选择就给别人打分的时候真的很纠结。我觉得我就不忍心啊，但是我又不告诉他的话他不知道，所以真的不好做啊，这真的不好做。哇，评价不代表最终标准啊，希望你在这个节目能够成长。更多的是为了激励吧。我说不是会要去录快本吗？我带他们去上节目，让他们去展现自己的舞台。但是我一定要看到有让我惊艳的，我觉得他是值得奖励的。这样的一个激励舞台，我觉得是有必要的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